很欣慰啊。今天是咱们的封箱演出，对啊，大伙儿来这么些人捧我们，大伙儿嗯，无以为报哦啊！而且我们就拿我们这场来说吧，啊，也只有一半的看头，是不是啊？怎么还有一半的看头？别说啊，我也是没有办法，但凡有不是我怎么别但凡有辙，我也你这啊，不是你什么毛病 啊？你去吧，去没事。嗯，所以说我这会儿我一个人什么？你先等会儿，别说了啊！怎么了？我这是。不让我说话，我很后悔啊！这是今天最后一场了，我跟你们大伙儿说点心里话吧。主要是没有他搅和，我的艺术还能够往上涨，是吗？啊！痛心疾首啊！啊！怎么了你？没有办法，这个人太次了。哎，在这儿了。刚才白跟我说话了，这个不是我、这个，不是你什么意思？这是我觉得你呀、啊，你刚才聊会儿天，后台我看看你，我觉得你对我的艺术是个影响。怎么影响了？真的啊。要没有你我早就艺术家了，真的啊，就因为你这个蛐蛐挡我这个神溜，嘿，好嘛，哦，我就是那蛐蛐。这艺术很次，怎么次了？大伙儿不知道今天咱们联欢的性质啊，所以呢我说吧，说你们没关系，刚才您那就够狠的了啊，说吧，你听出来了啊？那你说吧。和这个智力可以啊，别停，那药别停啊，接着。我这还吃着药呢，不是你说清楚了。咱们在曲艺团说良心话啊，啊，一进学校，老师头一眼，这孩子不错，逗哏去，这看上我了，让他逗哏啊，一大帮孩子，老师这都看不出好坏了。于谦吧，于谦学逗哏啊，啊，你这老师你眼看着他了，眼毒，两天老师找一墙角抽嘴巴，啪。干嘛呀？啊，大伙儿劝您别这样，不行，我这干了一辈子，我打了眼了啊。那个老师后来上吊了，是挺惨，死的惨着呢，您知道吗？不至于吧？这事儿我们都瞒着他，都瞒着他。我说我没听说呢，不至于。瞒着他，是吧？我们小时候基工考试，基本功考试，啊、我100分。你？哎，学校贴喜报，郭德纲100分，啊，100分。学相声基本功100分。哦，他总是25、14，那就不及格。我说报个冷门7分。我还以为往上报冷门呢。也问我，德刚，我怎么能拿100分啊？啊，我说你讨个吉利，怎么？考试之前吃一根油条，吃俩茶鸡蛋，100分，真听话吃去了。完了再考试0分，还0分？先吃的鸡蛋，好，后面那根油条就不算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人说良心话啊，我们带他去做过透视，脑仁跟松子这么大。一掀个脑盖都是面茶，那么芝麻酱啊，我跟你说都糊住了，都是不是？你说这话可太客气了啊！不是，我跟大伙说点实话。说什么实话？咱俩可合作也这么些年了，我也是救火没办法，是吧？法律要是不管，我早弄死你了。嚯！你这点火和都撒我身上了是吗？不是，我真是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我告诉你，咱既然今天说到这儿了啊、嗯、我还跟你说，咱以后合作不合作单说，咱今天把话说清楚了。不是，咱有什么说什么，大伙儿一直瞧着跟桌子里的吧。怎么了？跟桌子外头看不着，咱的裤子都是湿的。紧张啊，他紧张啊，你知道吗？老师那是很为难，你干嘛去呢？这个玩意儿你退回去大伙儿笑话是吧？你搁的烧锅炉又怕他偷煤吃。我还吃煤呀！啊，后来老师也是疼儿疼女的人，得搁桌子里头，搁桌子里头啊，挺好。他这个先发展几年，过些日子让他说哑剧去啊。那谁听得懂啊？那个，因为他从来没有站在这边逗过哏，水平有限。嘿，啊，这你可胡说八道啊！怎么了？打小我也学过，前些日子我也逗过，你记得不记得？咱要说没逗过哏，你还记着呢？有一话。我错了，对不起大伙儿，我刚才说错了。于老师斗过一次哏，斗过一次，还是那么有一次就算呀、啊。上个月13号在延庆，有一个医药公司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联欢会。哎，这个医药公司是做前列康的，给很多做什么的，老的那个老年那个老人们发药，都前列腺的患者发药。发药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个小节目啊，到北京找演员，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20块钱上75%的税，嚯，没剩什么了，没人去。然后他一听这消息，啊，花了2000多块钱给人买了东西，然后他把这个活争取下来了。
我够挑费吗？我为了能逗哏吗？一上场三句话，所有的这些患者全尿了啊！大夫也纳闷呀，于谦这个人这么利尿，利尿像话吗？车千子的演员这是没听说过，您拿我当药材可不成啊！你很了不起，你比前列康好使多了，没有这么比喻的。你这逗哏就不灵，我告诉你，这叫抬杠啊！啊，实话，合作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听你说过这话，今天就冲你这句，怎么着？今儿我逗一回，这不抬杠吗？有患者，什么叫患者？患者，甭来这套！我告诉你，你和这地都湿了，不合适。我相信你的能力，真的，真的不合适。你这回没地儿换，这齁冷的。你，咱甭这么些片汤话啊！真的，你逗，各位来着了。怎么没人看？嘿，我还这不是抬杠吗？今儿就俩颁奖评委打起来了，您来着了啊？有看的吗？有。哎，这叫人缘，知道吗？带着家当来的。怎么说话？家长来的是吧？啊，行，甭废话，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给你托付几句。说什么？你哎，你拿这上这边站会儿。干嘛？他揍人啊！千载难逢的事儿，大伙儿，咱们都是朋友。可乐也不乐，哎呀，在这散了，我请你们大伙儿吃饭啊！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说这个都没用，我给你托付了啊！这是给我托付的吗？你来啊，来啊！真的？当然废话！你看，要知道你逗哏卖2块钱一张了啊！没那么不值钱啊！我居然一个走了都没有啊！这甭那么多废话，来来来，替他爸爸谢谢各位啊！我走。真来啊？当然来了，这不是抬个叫起进来了吗？就说到这儿了。从上场从来啊？当然从上场，你看看什么精神面貌，这个。今天给大家，你这摔腮帮子上了，知道吗？你管我去，捧哏的就这玩意儿，知道吗？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对，这个说呀，首先嘴里得厉害。有这么句话，说相声嘴里说就不一样。哪句话？花200买一小猪，哦，分分喝水，胳膊胳膊吃豆，捏着墙头扔着嘴一声，还怎么着？你先等会儿。不是咱俩换过来了吗？这不是你逗得很好，这是逗吗？这个，哎，我这词儿怎么那么顺呢？废话，咱俩就换一位置，知道吗？你看你不，你是捧哏，你话太多，知道吗？话多了，别说话，少说点话。再来，真是的吗？嗯，这回我给大家，你有完没完了？你这个有规矩得敲一下，我来吧。这回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相声呢讲究说学逗唱，说呢也很有难度啊，讲究说个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牛儿绕口令儿啊，唱呢也是很要功。我说你怎么不说话呀？你这你们亲眼得见啊，他嫌我话多，知道吗？废话，那你也不能不出声啊。来，还得出声啊。来，再来，再来，我站旁边我也说话。来来来，说话，不是不说话呀。来，你先敲一下。来，今天给大家两下，有这规矩吗？给大家来表演一个相声。不错，你这都跟何云伟学的吧？你说话吗？这不说话了吗？说话您得在点儿上啊。我还得在点儿上啊。废话，咱俩一人一句得对起话来、啊、好好好，来来来，是不是啊？在点儿上，我捧哏的时候也没有都在腮帮子上、嗯、是是是是、嗯、这讲究艺德、嗯、你、哎、好好好，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好，相声呢是讲究说学逗唱，对，四门基本功，不错。说呢，讲究说点儿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牛儿绕口令儿，哎，就像这，哎哎哎，怎么了你？怎么了？过来吧，过来吧，过来吧。谁呀、啊？
谁也没有，就你捣的乱，知道吗？我刚明白过来，我有人扔一西瓜，哪儿啊？回来了，回来吧啊！没有，怎么说着说着您就躺地下了？来来来，来什么呀？还都这样了？这样相声是不是艺术？你知道什么艺术？也没有躺台上的呀。您这闹的不是我这个，您这叫搅和，你甭解释。不是我搅和，你不会？怎么不会啊？你打小你没学过，我们从小都下过功夫。你说报菜名也好啊，你什么地理图啊、八扇屏，我们都你甭跟我说这个，背过。打小我也学过，是不是报菜名吗？我给来一个报菜名啊，大罐头，我来一个。有什么呀？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什么叫打鸡血？你说话别这么损，不就报菜名没什么会吗？那汤汤汤得背大罐口啊。不，你的嘴跟棉裤似的，行吗？不像您说的那样 啊您这来一个报菜名。报菜名是吧、啊、你看这事闹的。来，好，我今天请您吃饭。那评戏这段怎么唱的？哪有啊，平息呀、啊、这里头不是唱一个大罐口吗？什么唱一大罐口？你别着急，你看我一点都不着急，你看了吗？不，我着急。有理不在声高，你知道吗？不是在不在声高，你哪个？你是要唱的那说的那个？这报菜名哪有唱的那个？就是说的是吧？就说的那个、哦、就说的。好好，您别那么的、嗯、来来来来来，嗯，我请您吃饭。不去不去不去，不行不去，你得去。我不不饿也得吃。你看这不抬杠了吗？废话，说相声我请您吃饭你不去。我得去是吧？当然得去了。来来来来，你别着急啊，你得爱着捧哏那词儿，大家踏踏实实给我、哎、我捧哏就这样说话。来，你这不要了命了吗？这、嗯、来，太搞笑了这玩意儿，很开心呢，我心情特别的好。你又来了是怎么着？哪那么些话？来来来来，我请您吃饭。哎，好，你别说请我吃饭啊，你把这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就知你请客的情了。哎，你这是原词儿，这是。哎，嗯，哎，那我请您吃啊。哎，蒸羊羔，这就吃不了了。我刚一个菜你就吃不了了？我知道啊，你没钱。哎，这回来。搅和知道吗？你回来回来回来，你过来过来，你上这儿啊？你这叫搅和你知道吗？啊，是吗？你没艺德。我怎么了？废话啊，我刚说一个菜您就吃不了了啊，还后还没说我没钱，您把底都跑什么呀？您这乱七八糟搅和不是？你看这玩意儿谁搅和呀？我怎么说都不行了是吧？废话，您得一句一句咱得对起口来，还一句一句对着来。当然了，子母的你也行啊，一句一句的咱来来来回试试。可以啊。呵，哎，这嘚瑟的你看看，这嘚瑟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这今儿过生日是怎么着？都会遇上恶人，我告诉你吧。嗯，说话，我这刚要说您给逮回去了知道吗？辛苦您了。辛苦辛苦不累。昨天呀、啊、我到您家了。到家到家不累。我啪啪一打门啊，打里边人不累，打里边出来一人，出来人出来人不累。我一看不是外人，我们家没外国人。谁说有外国人？你说外人吗？嗯，我一看呀、啊、不是外人。嗯，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大嫂嫂子不累。问您呢，说您没在家。没在家没在家不累。我就走了。你走吧。我就走了。走吧。我啊走了。走吧，你也活动活动吧。像话吗？要死是怎么着？有来言有去语，怎么了？来言去语您得有情绪在里头、啊、那是你不会。我要这么说就这几句话大伙儿就乐。哎，我告诉你，我要这么给你捧哏你也乐不了信吗？来回试试吗？换过来这边去。来，这个我就不信这个。来，我拖过两句啊。又拖过两句啊？这回到我了。怎么着也得乐词呢？啊，完事饭我起过飞了啊，没羞没臊。刚才给你怎么拖过来？您这是按照刚才那套词说的吗？是非这人来吧，听过您嘞。
行不嘞？哎，昨天上您家去喽。家到家不嘞？哎，啪啪啪一打门，啊啊，打里边出来一个人，出来不嘞？我一瞧是您媳妇大嫂子，啊、大嫂子不嘞？你说你没在家？没在家，我就走了，走了不嘞？一拐弯看见你爸爸了，爸不嘞？爸爸长得跟奥特曼似的，哈哈。过来吧，谢谢大家。我再说一个灯谜啊，什么灯谜？你咱先说这事儿吧。你输了，这上奥特曼像话吗？你看大伙儿乐，你管那玩意儿干嘛呀？知道吗？大伙儿乐不成，您不按原词儿啊？我按那个干嘛？我从来没按词儿说过。哎，我还告诉你啊，哎，我要按你这么着，我也能说，是吗？我也能让大伙儿乐了。来回试试，奥特曼这有什么呀？你来来。就说奥特曼吧，来，辛苦您了，辛苦不嘞？昨天我到您家了，到家到家不嘞？哎，到家啪啪一打门啊，打门不嘞？家里边出来一人，出来人不嘞？一看不是外人啊，我们家没外国人。您媳妇儿我大嫂子，大嫂不嘞？哎，问您说您不在家，不在家不嘞？我就走了，走了不嘞？碰上你爸爸不能，我爸爸死了。你爸爸死了？对，你这玩意儿，你说这怎么样？刚碰上他爸爸，他死。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刚才忘说了，知道吗？不灵了吧？不灵了吧？哎、咱换回去。来，是来，我来，我看看。来，吃了个刀动劲儿，你知道吗？哎，你来吧。哎，嗯，辛苦您嘞，辛苦不嘞？哎，昨天我上您家了。上家到家不嘞？哎，啪啪啪一打门。嗯，打里边出来一人。出来不嘞？啊，我一瞧不是外人。什么事啊？你媳妇大嫂子。大嫂子不嘞？你说你不在家？不在家。出去，转身我看你爸爸，你爸长得跟奥特曼。不能，我爸爸也死了。你爸爸噎死了，噎死了。那你怎么这么美呢？啊，噎死了。对了，我说的那个，就一个，哪个呀？就剩一个了。什么叫就剩一个了？别的都掏走了。没听说过。我说是你那亲爹，就是亲爹。他怎么死了呢？废话，死多长时间了？死六年了。你再琢磨琢磨，不能。不能了，我爸爸死六年了，真的。对了，那就是你大爷。没有，你舅舅。我爸爸哥一个。你姨夫。没有。你姑父。没人。你干爹。我这没不认干亲。你老丈人。没有。你干爷。你甭想了啊。你干曾祖。哪儿啊？一点水分都没有了，您这里头啊。我跟您这么说得了，甭想了啊！啊，我们家上上下下一活的没有，一带喘气儿的都没有了。前两天我养一黄巧，昨儿还飞了。嗯，你们这日子怎么过的啊？光棍一人。欢聚的日子啊！甭费那么多话，没有啊？一视同行。甭这儿废话，嗯，反正没有啊。你这都是人话吗？就这样，问谁没有？对了，那谁能说得了这玩意儿？您也说不了啊。废话，你的任务你不搅和，你也不能添乱的这个玩意儿。那我怎么办？你好歹找一个，是不是？哪怕家有一狗，你说，哎，这是我亲舅舅，这也行？没听说过，是不是？你没接过眼儿了，你这没听说过。你这破坏艺术，我这破坏艺术。你好歹给我找一个也行，你回家冰箱里看看有亲戚吗？你们家冰箱都搁的冰这个亲戚啊？你这个鬼，你说他行吗？你知道吗？不是我气着痰都上来了。说你知道吗？他嘴跟棉裤似的。废话，你好歹你气的，找一个呀？找一什么呀？有一什么，甭管是什么玩意儿，哥们兄弟们，随便找一个，你得有一活人在家里。你说你碰上谁了吗？我碰你弟弟了。啊，行，我呀。还真有个兄弟，这一看看怎么样、啊？行，我说有就有嘛。哎，我碰见你弟弟了。好，嗯，碰上了，你可得说得出来啊。我弟弟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多大岁数？碰你就碰你，你问那干嘛？哎，那哪行啊？碰上您就得说得出来呀、啊。嗯，穿的，嗯，穿的反正人模狗样的。什么叫人模狗样的？就是他那个穿了一个呀，那个塑料的唐装啊，塑料唐装，不是粉颜色那个比基尼啊，带裙子呀，谁呀、啊？大铜扣啊，哪儿啊？这开气儿到嘎着窝，谁说的？那边还揽一偏枝去啊？什么呀？四个蝴蝶结，怎么神经病啊？不是他，啊，他这没穿着衣裳啊，没穿衣服。在澡堂子里，光着，没辙了，改澡堂子了，光着啊，光着呢。对，
多大岁数？七十来岁吧。谁？旁边那老头。老头没问老头。他35。谁？27。再说77、49。什么？79、78天地跨头。你想说什么呀你？78不要9。啊，还天地跨虎头呢。我看你底牌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没有，不是他，反正你后脑勺那边谁看得出来多大岁数？是不是？怎么后脑勺呢？澡堂子还坐池子那边呢，他弄大吸管坐池子那儿坐着呢。这不讲卫生啊，这是啊，润肺嘛，润肺嘛，润什么肺呀、啊？润肺嘛，谁看得见？他低着头那儿坐着呢，是吧？看不出来吧，这是啊，长什么模样？长得反正歪瓜裂枣的吧。谁呀、啊？不是，他是因为你寒碜那个，他不寒，他也得寒碜。不是，我们这意思，这大哥没哪儿啊？对，这脸子敲的，谁呀、啊？点人去了，麻子都偏平了哈。你说他干嘛呀？眉毛这边一个，那边一个啊。废话，嘴长得含那个鼻子还有眼儿呢，你知道吗？可不是有眼儿吗？那个长得反正我没告诉你低头嘬水了吗？没，你说这干嘛呀？我没注意的。不是你呀、啊，你甭胡编了，胡说八道吗？哎，对你甭胡说八道了，我告诉你。啊！我还真有一兄弟，你碰不上。怎么会呢？连今天他才8个月。你胡说八道！怎么了？我说的是你亲兄弟，异母同胞，真亲兄弟。对了，你爸爸都死6年，他哪来的这个？这儿的。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是郭德纲。人来的不少，我很欣慰。哎，我这点词儿你们都叨叨走了，以后还得换几句。真不错，哎，满坑满谷，哎，这满了，来这么些人，嗯，都是捧你来的。捧我？对，不是。嗯，没有。是真的？你就当真的听。我这白费劲了，我还高兴呢。你就认为大伙是看你来了就行了。我就这么认为。单凭相声能来这么些人吗？哦，还有什么？大伙是因为我的身份很特殊。什么身份啊？你别说，听我说啊。不是我这问问也不行吗？问得着吗？我跟你不过这个。那咱俩还说不说了？谁呀？跟你说什么呀？你知道我是谁？你跟我说，我就不认识您才问您呢。还是的，这么就结了吗？怎么那就甭说了呢？那没杠牌了，那就啊没杠牌。那咱俩下去得了。啊，下我还没说完呢。您倒是说呀，是不说呀？你们都不认识我吧？都不认识。我是一个科学家。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呢，你说这玩意儿哪儿说理去？啊，对对对对，哎，啊，从这身子上就看出来了，科学家太没溜了。我哆嗦什么呀？你我是一个二手的科学家。哎，瞧出二手来了，了不起啊！啊，有什么问题大伙儿可以来问我。哦，啊，我会宅着我会的回答。这还是有羞有臊，这人啊，讨厌呢。您也有不会的呀？跟科学家说话要规规矩矩的。哎，不是，没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嘛。我这挺客气的，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无不知不行通，都知道。古话说得好啊，嗯，科学家的肚是杂货铺，没有这么句话。买什么我这就卖什么，没有，那不是古话，那说相声说的，这是。演员的肚是杂货铺，嗯，我们是大杂货铺，我们是超市啊。哎，对，科学家的肚是超市，买卖折啊？啊，有折吗？当然有，科学家的肚是超市，什么折啊？您这你管那个去，有学问就行了呗。啊，我研究了很多哦，很多东西都是我研究，是啊，哎，算，打电脑。人家测毛豆呢，这是打电脑吗？这样，我是没带着电脑出来，我歇你脸上，你知道吗？您这
连电脑都这么用了、啊、你惹我啊，科学家会武术谁也挡不住，科学家跟流氓都画等号了。哼，严禁你看不起科学家，知道吗？哎，这我脸20多科学家上你们家够你受的，好的，光吃就得给我吃穷了，讨厌。嗯，讨厌，不许瞧不起我。没有，我在很多领域都有建树。哦，涉及很多领域。嗯，是，这高兴着呢，这。我喜怒不形于色。还不形于色？好吧，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因为我的身份很不一般嘛、嗯、是吧，我知道我是二手的什么科学家。我也不知道是爱听科学家呀是爱听这二手的。我给你签个字吧。没有啊，往哪儿签呢？带着刀了，我给刻脸上。算了啊，算了吧，不是，不要了，这会儿还便宜。没有，过会儿可就贵了，算了吧。嗯，我研究了很多东西。你都研究什么了？很多事情都是我发明的。什么事？大到航天科技、克隆，小到街头巷尾、日用百货，都研究过。这都是您发明的？那当然了。哦，一进楼道，嗯，黢黑一片。哦，过去得找那小红点摁那灯去。哎，那才亮。噔儿，亮了。嗯，啊，有时候摁错了，噔儿，电着了。哎，这电门还亮着呢，小不点儿，盒丢了呗，是吧？好，现在一进楼道，啊，声控，谁研究的？谁呀、啊？科学家都楼了，我清好了嗓子再说。我研究的，嗯，当初你们说相声的有人不相信，嗯，你知道有一叫曹云金的人吗？啊，有啊，他不相信，嗯，不能，我说你这么来吧，嗯，一进楼道很黑，啪，腾，亮了，亮了，服吗？服吗？信了吗？啊，信不信搁一边儿，啊，你打我一嘴巴干嘛？不是拍巴掌吗？黑，我看不见我这手，您可看得见他脸啊？谁让他不信我的？我要是憋着打人呢？这都是小的，嗯，日常的这些个，哦，大的航天科技，航天科技。前两天有一个神六，有啊，不，你知道？这大事儿谁不知道啊？神六啊，对，就是根据我命名的。怎么根据您命名的？我没事，我硬跟接上神六来了。闲散人员啊。后来说这叫神六吧，我给研究的。嗯，上天怎么上天？那个不是说说就来的。哦，知道吗？我买了好些个火柴，我把那林面都绞下来，嗯，拼好了贴在神六底下，是啊，做一根大火柴，噌，噗，上去了。神六这么上去了？我给弄的，知道吗？这都是我克隆。克隆啊，克隆，克隆这门技术，嗯，也是我发明的。哦，克隆啊？什么叫克隆呢？克隆用英文来讲啊，啊，就说中国话了，说中国话。你也就说说中国话了。嗯，怎么说呢？中国话都不知道怎么说。它医学的临床啊，应用，挺麻烦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这几句话说不清楚，就是复制。啊，对，克隆就是复制。复制，对，这就明白了吗？复制我要了亲命，跟你这个智力人没法探讨，你知道吗？我明白了啊，明是不明，复制怎么不明白啊？明白哈 啊，那行，我以为这相声演员脑子不行了，因为我们在科学院的时候，我们这些科学家，我们都蹲那儿商量这些东西的时候，一说就都明白什么呀，一点就透。科学家都蹲着商量事儿啊，这歇腿嘛，是吧？那坐会儿好不好？复制可以复制任何东西。哦，包括你，我也能复制。那当然了。哦，复制你需要大约得40块钱左右。我还真便宜啊，差不多40到50吧，不打是50，不定价是吧？嗯，有划价的余地。嗯，买这么一个白瓷罐子，你高买羊杂碎那白瓷罐子，你别提羊杂碎，拿水冲干干净净的啊，找一块抹布啊，里里外外擦干净了，对，必须要擦干净啊，擦干净之后，找这么一根胶皮管，哦，那边有一针头，嗯，知道吧？
对你的啊，扎你肚子上。哦啊，啊这边嘬一口。您这给鱼缸换水了，这是？你偷汽油也用得着吗？我说这复制，你别着急啊，先得弄点血出来好复制啊。哦、基因呢、啊？你这都在这里头呢，是吧？哦，把你身上做400斤血，没那么些啊？哪有400斤呢？少来少来，哎，多少多少多点吧。嗯，还得兑水呢，是吧？这还兑水？喝完了，一兑水，搁点盐，搁花椒，搁一张你那相片，盖上盖，插上插销，知道吗？底下有一开关，一摁灯亮，写着煮饭。坐着等着吧，给我搁到电饭煲里头了。嗯，一会儿噔弹起来了，一掀盖，一个鱼签诞生了，就这么就复制了。后来这门技术被做血豆腐的学会了。我说的呢，嗯，克隆，这就用很简单的道理给你讲清楚。哦，这么我倒明白了。你们这说相声后台很多事情都是向我请教的。都什么事儿啊？你看你们后台有个老演员叫张文顺。啊、哦，张先生。张先生啊，嗯，听说还获得了终身艺术成就奖。对对，前两天颁的奖。还获得了什么最不平衡奖？啊，对对对对。这老头有这么大年纪的人，他有事情也要问我。那谁都有不懂的。今天我在后面碰见他了。嗯，怎么？还没平衡呢，这个、啊、请教一问题啊，我昨晚上做梦了，怎么回事？嗯、啊、我没事，梦是心头想啊，嗯，不要紧的。嗯，我梦见我是一头牛在山上吃草。哦，我说没事，什么没事？嗯，我一睁眼，我炕上那凉席没了。啊，我这个简单啊，嗯、啊、来俩人送他上医院，赶紧快。那就你说呀，那个上医院。嗯，他糊涂了。怎么了？做梦是怎么回事？那您讲一讲。人睡着了，大脑的思维没有停止工作。哦啊，还在继续活动，继续运转。把你曾经遇见的事情、发生过的事情、到过的场景，啊、又重新再现了一遍。哦，做梦是是。哎，不要把它跟迷信连接起来，是错误的。没关系。对呀、啊，哎，有人说了，说做梦梦见什么有不同的说法。哦，解梦。有人说了，说梦见。水很好，代表说梦见要发财。哦，水代表财。梦见金鱼，这是也是要有钱。我这也是钱。梦见小孩，坏了，怎么了？这是小人。小孩就是小人。嗯啊、哦，说最好是梦见到月亮上去摸一把。摸月亮怎么回事？说这能当皇上。嚯，我梦了1000多回摸月亮。您现在还说相声呢？嗨，嗯。看来是不老龄的是吧？根本就没用。有的时候白天经过的事到了晚上、啊、容易产生联想。是吗？我有一天中午有人请我吃饭。哦，吃烤鸭不错。我这个饭量你是知道了。没，才吃了4只 啊, 啊，我说我实在吃不了了。您没撑死 啊, 啊，我还吃了4张饼呢。还有饼，一斤一张的发面饼卷着吃的。有拿发面饼卷烤鸭的吗？吃不了了啊。嗯，我说吃不了了，不吃了。哦，晚上又有人请我吃饭。是飞禽火锅。还吃啊？啊，鸡鸽子鹌鹑鹅什么都有，一大火锅里边吃。嗯，晚上睡觉一脑子都是鸟啊。梦见了各种鸟跟那儿飞呀、啊、嗯，我背着一猎枪。哦，我打呀，打猎打鸟，这儿一只那儿一只那儿一只这儿一只，打不少。大队过来一只，好，1米多长的大膀子。嚯、哦，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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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这大这个、嗯、这我得打，这要打都说话了。嗯，别打别打，鸟说话，我不是鸟，不是鸟，说完了。嗯，我是天使。嚯，天使。对，哪团的？对，哪有团呢？啊，嗯，站住了，翅膀落下来了。啊，我是天使，天使，你怎么称呼？你管我叫小三儿就行。这天使起这个名字，三儿，什么事？啊，上帝请您去。上帝，谁徒弟？上帝不是咱这行人，知道吗？啊，谁徒弟？啊，说您甭管了，找您有事儿、哦、啊，说您能跟着我一起上天堂，来吧。来着我噌就飞起来了。哦，这个高我往下一瞧啊，哎呦我的妈呀，啊，得亏我练过，要不飞吐了不可呀。 啊晕哪。来到天堂一瞧啊，这大高楼很大。哦，前面有栅栏门、哦、啊，上着锁，还挂着个牌。嗯，天堂左右100米严禁摆摊。对啊，天堂还有摆摊的。嗯，三叔你等会儿啊，我给找去啊。嗯，咣咣咣咣敲门。王大爷，王大爷。王大爷是怎么回事？天堂那传达室那大爷姓王。嗯，大传达室出来，三儿回来了，老口啊，
回来了，哎，来来，郭先生来了，刚才开个门，嘎啦嘎啦嘎啦了，我让进来，你等一会儿啊，我跟上帝说一声行啊。他去了，我搁这站着吧。迎面一个很大的屏风，挂着很多块钟表，表，嗯，都这么大块，嗯，一样齐，无计其数，嚯，而且上边啊，这针转的速度不一样，这怎么回事？有的慢，有的快啊。老三儿，来，这怎么回事？这您不知道啊？人世间有一个男人，天堂里就有一块对应的表。我说那么多呢，这为什么有转得快的，有转得慢的呢？是这个好人那个转得就慢，哦，坏人那转得就快，哦，啊，哎，我有一朋友叫于谦，就说我，他那块在哪儿呢？找找。哦，他那没在这儿，哪儿去了？上帝拿走啊，当电扇用了。啊！我都坏到头了，我都。没在。正说着，王大爷出来了，来吧，上帝瞪着呢，回去吧。啊，这味儿呢。推门进来，上帝坐着抽烟呢，正。啊。还来？嗯。坐吧，坐吧。上帝，烟瘾还不小啊？来，坐坐坐坐坐坐坐。烟屁瞎了。哎，不是，邵先生，哎。邵先生。帝哥。坐坐坐，兄弟，坐坐坐坐，称兄道弟。嗯，哎呀，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啊，嗯，这个这么长时间，可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天堂了啊！剩下都下地狱了。嗯，喝水，喝水，喝不不喝不喝不喝。啊，那个什么，老王，弄饭去啊！做饭，咱家来茄了，快去弄饭去。这天堂什么词儿啊？这就是弄饭去，就你来了，好好的款待你啊！哦，是好的。一会儿功夫来了。餐得了，一人一套啊！我这俩鸡蛋的这套煎饼啊啊！我说咱们就吃这个，嗯，没办法，天堂上就咱爷四个啊，嗯，小三老王我你，嗯，实在不值当的起火啊！别雇厨子了，先凑合吧，先凑合吧啊！嗯，吃完了往这一坐，我说这天堂就咱们几个人怪腻得慌的，嗯，有什么好玩的吗？这个到这儿来不是为了玩哦啊，但是说你要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出来哦，我能实现你的愿望。哎，那您可以提几个。你说这个，提好事儿啊，跟他说呀，啊。我说我希望世界和平的大愿望，这难点儿，难了。实话实说啊，啊，哥们儿，我不是驳你面子。嗨，这上帝怎么那么俗啊？这上帝，因为我能做到就行，是吧？还点呢，是吧？这难为我啊，嗯。哦，你商量商量别的啊。再提一条吧。啊，你说，嗯，哦，世界和平都做不到，嗯，哎，我有一朋友叫于谦，又想起我来了。你看，我带着照片了，哦，长得不好看，你把它变漂亮点行吗？嘿，这可为我好，啊，怎么样这是？我说咱把这烟掐了，行不行？您看看这照片，还是说说世界和平的事吧。哎呀。比世界和平那事儿还费劲呢，恨得我，谁让你撕了啊？不行说不行，你撕它干嘛？啊，我有用，干嘛？我那留着辟邪使的。行了，撕了撕了吧。我说你出来，你出来干嘛？咱俩外边比划，啊。上帝乐了，啪啪啪，把扣解开了啊，哗一拖，一巴掌宽护心毛。上帝这儿纹着两条带鱼，二龙戏珠，把墨镜戴上。你出来，走，出来。他在外边，外边啊，黑社会老大啊！我心说怕你这个，嗯，这个怎么不行啊？怎么了？我就一个人，他们仨啊，还有老王跟三儿呢，啊，就是打不过他们，就我噌就蹦在云彩上边了，啥？啊，闪呢？啊，刚站好，上帝掏出遥控来，嗯，三，咵，云彩，云彩是他们家养活的，你知道吗？在。还有养活云彩的呢，打上面人下来了，嗯，完了非摔死我不可，就是猛然间砰，这是有人伸手把我接住了，拦住了，落到地下一瞧，哟，谁？这俩像是妖精，怎么呢？一个牛脑袋，一个马脑袋，这就是牛头马面，阴曹地府牛头马面呢。对呀，啊，咱们看过呀，啊，哟，我这两位谢谢您救命之恩，嗯，您是郭德纲？对。不是不是不是，怎么不是？我叫于谦。这时候你提我干嘛呀？啊，于谦，不能。嗯，您哪有那么寒碜去啊？嘿，咱就甭提这个了。就是你，嗯，阎王爷让找你了啊！嗯，哗楞嘎嘣带锁链的，走。哟，阴曹地府
孙伯宝在那儿报道去。我说你这不招谁惹谁了吗？啊，去吧。那有好吗？那东西啊，看看。可人家锁着我呢。啊，走走走。我说道太远，我也走不动。啊，别废话啊，打车走咱们啊。那儿也打车来了，来了，来了啊！拦着吧，上车。嗯，走了有十分钟，哦，到了，下车往里边走，一瞧，哎呦，森罗宝殿太恐怖了，是吗？这儿立着油锅，底下青烟直冒，上面嘎啦嘎啦热油直翻滚呢。哎呦，好些个小鬼都往里边跳，深圳呐，要炸人呐！哎呀，总说下油锅，下油锅，今儿瞧见了，这看见了啊？嗯，有的是一个扔在里边炸的，哎呀，有的是俩抱了一块儿，嗯，往里边炸的，嗯，还有的把人拍扁了，拍成四方的，拿刀划三道，走楞走楞炸的，炸油饼呢这，太可怕了！这有什么可怕的呀？啊，太可怕了啊！天天早上不见着吗？这啊，讨厌，讨厌，这很瘆人呢，看着炸人呢，这是你躲着边扇着吧？啊，一会儿里边电铃响的。铃，阎王爷升殿，用电铃，这很大的一个龙书案，哦，比这个桌子大仨，嚯，呵，摆着扇子、手绢、醒目、玉子都摆齐了，还有玉子啊，说相声啊，一转屏风，阎王爷出来，啊，来到这一拍，嗯，哦，满墙忽悠悠啊。锦桥飘飘摇，嗯，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嗯，在水中一冲一冒，是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王林洗澡，嗨，大鬼小鬼一块喊，滴，阎王爷点点头，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很欣慰啊，谢谢。啊，阎王爷都什么路数？这是吩咐一声来呀，啊，带人犯哦，又打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脚链子响，嚯，带进仨人来，带着脚镣，头一个于谦，我在那儿，第二个张文顺，张先生，第三个是王文林，哎呦，我们爷仨仨人进来了啊，嗯，阎王爷看看，于谦在，说我，哼，嗯，敢说相声，怎么了啊？而且常年的在桌子里边站着，捧哏的吗？藐视本王啊！没有，来呀，嗯，打打！说一声打，大鬼过来了，嗯，拿一个狼牙棒，哟，上面一大脑袋瓜子带着好些个刺儿，打你这前脸，打打打打，还看得看不得了？顺着这儿，滋，哦，都是血啊！阎王看看，给他领那面墙那儿，啊，别刷浆都有了啊！嚯！第二个，嗯，张文顺过来，张先生，张先生过来，那，啊，怎么了？啊，还没正过来，啊，我什么事？我张文顺啊，哼，歪个肩膀，嗯，啊，这是诚心呢，嗯，打还打，狼牙棒，棒棒棒，呲，打学，在那面墙那去，啊，嗯，抓云似的，那谁，那王文林呢？王文林呢？王先生，得过来，哎，杨爷，这有点意思啊，还有意思。先生倒什么都不处啊，呵，你还敢晃我啊，对啊，来呀，啊，把这脑袋打四面啊，顶咣顶呼，他这四面喷血啊，站屋子张面就行了啊，嗯，对，我一瞧我这心里直哆嗦，怎么了，好不了啊，你们仨都给我捧过哏呢，是你们仨都这样，我怎么办呢，您我躲后边瞧着呢啊，阎王爷那喊着，那个郭德纲呢，叫你了，来来来，上来，嗯，躲不了啊，嗯，坏了，哗楞哗楞揽着我就过来了，哦，我阎王爷精神可不错，先套词，越来越精神，您挺好的，嗯，别废话，你啊，套什么词，还费劲，来人呐，啊，给搬一沙发，坐下，坐这说啊，哦，坐好了，我说不合适，坐坐坐坐坐坐坐，我坐下，阎王爷打兜里掏出烟来，来，我说我刚掐进去的，来，这上帝跟阎王爷都一个号啊，谢谢谢谢谢谢你啊，这个今儿叫我们来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要不提还忘了啊，我们这说相声嘴太损，哦，今天饶不了你们几个人啊，来呀，打他，还打，我一瞧那狼牙棒都是血，这打的脸我受得了吗，是，我说您别这样啊，我这个我岁数也小也年轻啊，您饶了我这次吧，以后我不敢了，嗯，你说不敢就不敢了，是啊，我确实改了，改得了吗，啊，我改得了，哦，那别打了，不打，您这倒痛快啊，别打了别打了啊，给兑碗热的，快点，
还有茶，老牛，老牛，你这碗热的，快快。我说不喝了，不喝，喝喝喝喝喝喝啊！这样吧，刷浆那仨喊过来啊。也差不多了，刷的你仨过来了啊、嗯、啊，往这一站，这个死罪已免，活罪难饶，哦，不能就这么饶了你。是，来啊，搭上来。搭什么？说一声搭上来，大鬼小鬼咔嚓咔嚓搭上来了啊，四个大王八盖子哟，往这一出啊，三个上面写着公，一个上面写着母，这是性别。阎王爷看看你们四个钻到王八盖子里边，好、哦、转世投胎啊，下辈子别当人了，嗯、啊，都当王八去得了哟。我一瞧这可要了命了，怎么转世投胎仨公王八一个母的，嗯，当了公的还则罢了，是当了母的可要了亲命了，怎么呢？这以后河边遇见一开玩笑受得了吗？这个嗨，谁跟你开玩笑啊？我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一打乱，这仨人这快蹭蹭蹭啊，全钻到宫盖子里边，转身全都跑了。是，我眼泪都下来了啊！你们仨太坏了，嗯，这会儿才瞧出人性来啊！你们仨变王八跑了，让我变这母的。我一转身，我说阎王爷，我求求您了，我不想当这个。你说不当就不当，是？我说我以后做好人，好，那就别当了。嗯，真的。分你说学逗唱甭管什么准是一百，我没考
赢一百。这老师也偏心眼儿，他这个啊，30、25，卯一卯劲儿，一礼拜没睡觉练功啊，17，还不如不卯劲儿呢。这个外边算卦去，我怎么能考一点考点高分？算卦的告诉他，考试之前吃一根油条，吃俩鸡蛋，这根油条俩鸡蛋100分，真听话，吃完考去了啊，0分。怎么0分啊？先吃的鸡蛋。哎呀，我至于这样吗？我你这个智力，我但凡有这我不用了，你知道吗？我是没法的，这本身我在残联担任一个职务，知道吗？我也得做点好事啊！您把我画的残疾人那多少钱？这智障也多少算？没有啊！我们打小也学这个，也这逗哏也一样。你别闹了，你给我量捧一段三国。哎，你等会儿，什么三国？上来以后您说这话茬就不对。干这么些年了，怎么了我们？那我们虽然站这边桌子里头，也没什么那不好的。举个例子吧。不对，您这叫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我告诉您啊，您这么着，就冲您今儿这句话啊，我斗一回啊，这不完了吗？我吗？这不是他没斗过，你是挤着他，你斗过吗？干嘛？我干嘛没斗过呀？不是斗过，我认识您这么些年了，您斗过吗？您这记性也不老好的。怎么了？头些日子有没有一回？头一个月斗过没斗过一回？嚯，你还记着呢？这刚一个月我就忘了。走，这可不能怨我呢。上月13号延庆，北京延庆演出啊，有一个医药公司上面搞一联谊会，好多呀，这个病人呢，前列腺炎发炎的那个，100多人现场发药，发药的过程当中，台上有小节目，不能闲着，上北京找演出来啊，不管接不管送，不管吃不管住，15天一场，我扣70%的税是吧？哎呀。说那么多前面还说3分钟，所有病人裤子都湿了。大夫也觉得很纳闷，于谦这个人太利妙了啊！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你还记着呢？不像您说的那样，你这玩意儿闹，你啊，这干脆你呀、啊，这人说话太损，啊、咱呀也甭废话，甭抬杠啊！你站这边来，我站那边去，咱俩斗一回，我斗一回，有人看吗？你带着家长来的啊？这用得着带家长吗？这个大伙儿又疼儿疼女心是吧？什么呀？啊、我斗一回来，我给你托付托付，托付吗？各位啊，这是于谦的文啊，明年今天算国庆节，知道吗？从明年开始，今天算他生日，知道吗？大伙儿一会儿可乐也不乐啊。这是的这茬，听见没有？啊，但是我警告，我给你托付完了。托付了吗？您这个，你不逗哏吗？你行吗？别闹啊！甭废话，我吃点药。先从上场开始来啊！咱重来，来上场门，来，好。今天呢？给您说一段相声，相声讲究四门功课，对，这是说学逗唱，是，这个说就不容易，怎么呢？嘴里得干净，对，有这么几句话，说相声说就利索，花200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吃豆，接着墙头扔出去，籽儿一声，您猜怎么着？怎么着？死了，你活都活了。顺呢、啊、没法不顺，就换一个，这有什么呀？这个干不了，这个什么干不了，
我说这词儿，我说多了是吧？我说这词儿，说多了，说多了，行行行，还是的，少说话，还少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干脆你就别说话，不晓得，来来，还是的嘛。今天呢，给您说一段相声。相声呢，讲究说学逗唱，这是四门基本功课。一般相声演员啊，都是两个人在台上表演，哎，这叫对口相声。一个人演的呢，叫单口相声。三个人以上的，那就是群口相声了。哎，相声呢也分很多种。哎，有那个平梗的，有贯口。贯。别动啊，你看我没搅和你啊，搭茬都没搭啊，不说话也不对啊，你要死在这儿是怎么的？你这讨厌一句话都不说呀，啊，你一个字儿都不搭呀，行行，搭搭搭来，有前言有后语，我平常捧哏是这么捧的，你来来来，我都教的你，你来什么教的我？我有来言，你有去啊？你这怎么回事呢？也万赖我，咱说一整段吧。哎，行行行，好不好？来来来来，说说说，那个说报菜名。来，哎，行行行，什么都说。来来，行吗？我不搅了，搭茬就是。行啊。今天呢，哎，给您表演一段相声。是啊，这个相声的名字叫做《包》。您这全在腮帮子上呢。说也不是啊，小子，你说完了我说是吧？你说完了我废话吗？这不是，不是我说完你说吗？来来，这段节目叫做报菜名。哦，哎，由我一个人给您表演。我呀，很长时间呢，跟他都没见着面了。对，啊。这么着吧，啊，我请您。你好，我是祛痘达人丽丽，我已经帮助过上千位网友成功祛痘，还您一张美丽白皙的脸。如果您还在为痘痘而烦恼，现在就加我 QQ 173-771-1272，我来帮您快速轻松祛痘。记得加我 QQ 173-771-1272，快速轻松祛痘哟。自个儿啊，你好，我呀，很长时间呢，跟他都没见着面了。对，啊，这么着吧，啊，我请您吃个便饭。啊，哎哎，各位，来呀，来呀，下雨了啊？哪儿啊？下雨了？哪儿下雨了？下雨了？起来吧，摔着我了，摔着我了！您这不是搅和吗？您这，你说你的，好容易弄回哏，您这躺下了，您这。不是我狡猾，我一听就知道你不会。怎么不会呀、啊？报菜名你别闹，那后边有一大段贯口，你哪行去？那烫子我行啊，真假的？直接来啊！来来来，这怕什么？开始躺地下说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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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请您吃饭。哎，我想下扇子，这全想起来了，你这。我请您吃饭，不去，不去，不去，您得去啊！我请您吃饭，您干嘛？得随着你啊！当然了，来来来来来，我请您吃饭，好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你别说请我吃啊，你把这菜名说个三样五样的，我知你请客这情了。这是说这么说的啊？没问题。好，我请您吃蒸羊羔，这就吃不了了。吃不了了啊！甭问，你没钱。
谢各位，太捧了啊！你这叫搅和，知道吗？我这好话怎么都不对了啊！我告诉你，你没有这么捧哏的。我这不疼死你吗？你得跟着我说，还得跟着你。废话，我要这么给你捧哏，你也逗不乐各位。来，真是的，我告诉你，讨厌，我好好来，你别搅和我，你别搅和我，谁搅和你？搅和我，讨厌，来，有来言有去语，行吗？废话，不摔躺下，行吗？啊，不捡扇子，行吗？对呀、啊，来，不打乱你，来。我怎么说呀？这说点别的，说点事，说话不练。这个你说点别的。别着急。辛苦您了，哎，辛苦您了。昨天呢，啊，我到您家了，到家不练。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打门不练。由里边出来一人，出人不练。我一看呢，不是外人，俺们家没外国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嫂子不嘞？问你呢，说你没在家，没在家不嘞？我就走了不嘞？我呀，啊，走了，走吧。你也活动活动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要死是怎么着？你有来言有去语啊，来言去语不能没内容啊！讨厌啊，这就说你不会是什么不会？我要这么捧你也不行，我这么说大伙儿都乐，不可能，来回试试。有这么说相声的吗？站！你黑捧，你来了我就不信这个。你把那扣系上，你先甭包庇我这衣服，这热不热？观众爱看。你也托付啊？废话，刚才给你托付呢。来，看我的啊！不可乐也乐，凡事有好处啊！啊，刚才给你也这么托付的，是这么托付的。辛苦您嘞，辛苦吧。昨天上您家去了？到家吧。啪一打门呐！打门吗？家里出了一人。瞧人。哎，瞧这人，那不是别人，你媳妇儿大嫂子。嫂子吧。我一问你说你不在家，没在家呗，我就走了。走吧。我一出门啊，碰见你爸，啊，你爸长得跟奥特曼似的。太可乐了，什么可乐呀？我都替你美得慌，你看能够，你看大伙乐了吧？你看看什么乐？那就是能耐，知道吧？我爸长跟奥特曼似的，有这么说话的？对，我要这么说也乐，你说不乐？你让来咱再换呀、啊！这不是、哎、辛苦您了，等您呗。昨天我到您家了，我家到家不累。啪啪这么一打门呢，打门不累。里边出了一人，不累。是您媳妇儿，我大嫂子，大嫂子不累。问您说您不在家，不在不累。我就走了，走了不累。拐弯了，碰见你爸爸了，不能，我爸爸死了。哎呦我，您先等会儿吧。我碰见你爸爸，你爸爸死了。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说了。跟你这玩意儿，对，不行了，来，你瞪着我也、啊，我说我爸爸死了，你来，你一样啊，来呀、啊，笨，你知道吗？来，慢，是吧？辛苦吧，哎，到人家去了，哎，来，啪一打门呢，嗯，里边出来人，嗯，不是别人，是你媳妇大嫂子，你别来，我出去，去拐弯，我看见你爸爸了，来，不能。我爸爸噎死了。你爸爸噎死了？吃饼吃的，是吧？饼什么吃的？噎死了？怎么死了？噎死了。不，我不是昨天看见的。什么时候看见的？我上半年看见的。哦，看见半年了。对，我爸爸死六年了。这多讨厌啊！嗯，他爸爸死六年了。哎，死也看见了。嗯，死了也看见了。不是那个。不是，不是那，那有我说错了，你爸死六年了是吧？对呀、啊，你爸爸死了六年了，那就是你叔，我爸没兄弟，你大爷，我爸哥一个，你舅舅，娘家没人，你姑父，
没有。你姨父？没有。你姐夫哪儿啊？你表姐夫是你干老？嗨，你老丈人。这没有那么些干亲，哪儿？我找一个，你回家看看冰箱，给我翻一个人。我们家人都冰箱里搁着，床底下你看看，没有。看银行存着了没有啊？三亲六故都没有了，呵，都死绝了。你碰上谁了吧？太狠了啊！那你给我找一个，哪儿找去？废话，碰上你这样的捧哏，我们还活不活了？对了，碰上你这样逗哏，我们还活不活了？这不管那个，你给我找一个。好歹我说，你得说有。哦，还得说有。话问谁？谁没有那行？你说说有。好好好，我碰见你兄弟了。还真有一兄弟，这不完了吗？啊，碰见我兄弟了，碰你弟弟了。哎，好，您先等会儿啊。碰见了，您可得说得出来啊，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碰见就碰见吧，那不成啊，您得说呀。是，碰见了啊，碰见你兄弟了。哎，碰见我兄弟了，挺好看。他什么长相？这个四方大脸呐，三角的，什么呀？这边鼓一包啊，这半拉耳朵也没掉啊，这一脸大麻子没长着啊，有没下去了哈，敲尾全点没了。你说他干嘛呀？他三角的脑袋呀，他谁呀？他鸭蛋圆的扁反他哎后脑勺。哎嗨，我看后脑勺，看一后脸啊，看后脑勺。好，那就甭说模样，光看后事，没看前脸啊。穿的什么？穿一塑料的裙子。谁呀？不是，老拿塑料做裙子的，毛线的裤衩啊，小片大褂，这疙瘩片儿，哎，哪儿的？那个比基尼啊，什么褂？他脚，哎，这边一红花，那边铁皮带，他谁光着屁股呢？嗨，光着呢！我在澡堂子看见他了，呵，好嘛，嘿，没穿衣服，没辙了，跑澡堂子去了，澡堂啊。那我兄弟是多高身量？六丈七啊，坐到二楼的阳台上。谁问你的？一尺五，嗯，趴着呢。你说准了。我们一人来高，三二四，一尺五啊，别不猛，三七二十八四，二六二天地，你想着吧，是吧？我想什么呀？我想，看这意思多可乐是吧？行了，你呀啊，甭瞎编了，怎么着？你说说啊，多大岁数？七十多。谁呀？旁边那老头啊？没问老头，三岁，这边这孩子是吧？二有过三十来，我看很猛，他长绍兴，绍兴多少？大一条，你看这个头发啊，哪儿脸色儿？我觉着要跟我比，说你大差不多。你咱他你什么？行了，你呀，甭胡编了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啊，我是有个兄弟，你看怎么样？哎，你碰不见，怎么会呢？我这兄弟啊，算是今天才三个月。我说的是你亲兄弟，这就是亲兄弟，一奶同胞的亲哥们儿，那就不对了。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表演者郭德纲、张文顺。这样遭罪哦，是啊，那我这边，哎，对称的好看，哎，来的人不少，哎，不少，头一排都快坐到台上了。刚才啊，是我舅舅啊，老先生多坏啊，留坏粉的就说的一段双簧，让两位老先生下去休息一会儿，对，换上我们爷俩来，哎。都熟悉张文顺张先生，相声界的老前辈，不敢当，自幼从艺，北京市曲艺团头一科的学员，哎，那一班的大学长，就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北京市面上这几位相声名家，都是跟着您长起来的。那会儿我十九，他们十二三，是不是啊？对，老前辈啊，干了很多年，后来呢，让团里开除了。现在这事儿就不叫事儿了啊！那会儿叫什么事儿？那会儿人封建是吧？说，你说觉得家长们不干的呢？咱可说明一点啊！哎，女学生、女同学可没意见。哎，对，倒霉这帮老封建的。有道理，得亏国家拦着您啊，要不然老艺术家早就成老流氓了。哎
这是玩笑，玩笑。相声前辈，张文顺，要认识我的有不认识我的，学生叫郭德纲，对，相声界的一个小字辈，从七八岁开始学，到今年干了20多年了，怎么样？很对不起大家，为什么？没有成绩呀、啊，很惭愧、啊，刨去我们家里的亲戚，没人认识我呀，谁呀？心里不是滋味，哎，也别不是滋味，把我搁在王府井，没人认识。啊，搁那儿是不行。认识我吗？哎，走了，你看看。王府井人不行，搁张先生行了。我呢？我张瑞，那认识我吗？认识我吗？呵，哎呀呵、啊，不认识也别打呀，我招惹你了。这是那女同学的丈夫。不好找你啊，在里头打不着你是吧？放出来就行了。老头的身体不是很好。哎，对，今天呢，保外就医出来呢。胡天是吧？不有一名词吗？保外就医啊。那是什么？那是法院出来，医院出来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哎，身体不舒服。对，但是也没有大病，大家别担心。哦，小三滋儿，小毛病，非典、艾滋、癌。仨哪个都要命啊！这仨不灵，喝点酸梅汤倒是见好啊、哦。说今天观众多，老头得上这瞧瞧来。哎，对，看见了吗？怎么样？满坑满谷，全多少观众、啊，还有站着听的啊！对演员来说，这是多大的鼓励，多大的安慰！由此可见，相声不是低谷，有人爱听，干吧。但是话要说回来，怎么呢？不一定把相声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哦，这不是万能的。哎，比如说啊，那些年劳动工人文化宫张艺谋导演的一个歌剧叫《土兰朵》，有这么一个，好不好？那当然好。正唱着呢，来四个说相声呢，都跟王先生是剃光头穿大褂，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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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唱不下去了，这就唱歌唱去。由此可见，生活中有很多的不一定哦。比如说啊，您说，有的人满肚子都是知识哦，可这知识不一定能印成的书。有印成书的怎么样？不一定是好知识哦。承认吗？承认，是不是？对。单位里边好多领导啊，不一定真有水平。嗯，被开除的那些个啊，不一定没有能人。这话我爱听。书记，我怎么干什么？他老自个儿着吧，这个你知道吗？嘴欠，你知道吗？咱说的是这种社会现象。哎，书店里边不一定卖的是书。有道理吧？药店里不一定卖的是药，是啊，卖什么的都有。哦，营养液，对，不一定真有营养啊。保健品，张先生以前做生意做过这个。哎，我上了，开过一厂子卖鳖精，啊，买一个王八熬汤兑水，装小瓶卖，干了12年，一个王八没用了。现在这比我这也想不了多少，是不是？哎，所以您这营养也不见得营养。对，卫生间不一定卫生。哦，上洗浴的怎么样？不一定是为了洗澡。哦，上歌厅的不一定为了唱歌。瞧瞧，留长头发不一定是姑娘。快，剃一光头、不一定都是老爷们儿。瞧这都干嘛来着？听相声20，起哄13000啊！走的时候这几人不漂亮，就不让走啊。电视上的节目不一定都是好节目，对，剧场里边不一定都是坏相声。相声大腕啊，他不一定会说相声。歌星们不一定都识谱，这个不识谱太多了。感情好不一定是两口子、两口子不一定感情好。对，结了婚不一定有孩子。哦，张先生那闺女没结婚，怎么样？是个大胖小子，没这事儿。他在幼儿园里看孩子，我这吓我一跳。
生活中很多的不一定哦，归根结底要引到相声两个字。怎么样？相声界现如今很多的不一定，有什么不一定？处境很尴尬。是啊，从今天说起哦，今天是相声的开山祖师，穷不怕朱绍文先生，朱老先生诞辰176周年。对，从有相声界也没有人想到过祭奠这位前辈。那是我们的祖师爷。但是在中国相声史不能不提，对，朱先生不是第一个发明相声的人，这不假。在他前面像张三禄还有很多老先生们是大家共同的智慧创造了相声。嗯，可是从穷不怕先生这儿把它发扬光大，才使得相声代代相传。哎，在相声界认为朱先生是我们的开山祖，第一代祖师。对，身为朱先生的徒子徒孙，我们有义务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宗，这是第一步。不管你多大的辈儿，没有祖宗你也不是干这个的。是啊，我准备啊在门口这天桥广场这儿给穷不怕弄一铜像啊，我一问一算账150万，太贵了。我后来算了算，100块钱我就办了这事儿。那怎么办呢？买100块钱废砖砌个台儿，哦，给张先生化化妆那儿站着去。来，对，是你吗？对，得把眼镜摘了，得把眼镜摘了。这累得慌啊，这个累有倒班的，哦，跟王文林王先生俩人倒班的。这黑人似的。哎，对对对对对对。总而言之一句话，心中要知道这位老前辈。对，自打穷不怕先生把相声这个东西完善了之后，是代代相传。嗯，一直到相声八德的年间，相声达到了一个很繁荣的位置，比较有规模了。想当初啊，有一批德字辈的演员，最著名的是相声八德，八德门长叫玉德龙，有瞪眼玉子外号叫。哎，为什么呢？他是奇人。对，而且来说这人眼珠子大，一瞪眼都害怕。哦，这一房的大门长，还有这个万人迷李德阳，对，张德全有，刘德志有，马德禄有，郭德纲没有，徐德亮，哎，张德武，呵，全聚德。这都没有，我们这是今年新款的。这还有2005款。德字以下就是寿字的了。哎，有寿字的。有一位相声太太，我叫张寿臣。哎，有，那是您的师爷。师爷张寿臣。对，李寿增有，尹寿山对，活受罪没有，活也已经去世了。哎，就受罪哈，寿字的，寿字以下是宝字儿，对，宝字的是人才济济，宝字一大批人，相声大师侯宝林，他们就那辈儿，单口大王刘宝瑞，对，孙宝才都是，王宝森，贾宝玉，李宝库。是宝字以下就是文字的，哎，叫我们这味儿，张文顺有，对，王文林，哎，邢文昭，李文山，刘文亨，魏文亮，天津崇文门，啊，文字香，啊，崇文门那个太大，崇老先生是老前辈了，老前辈，啊，老前辈，名家辈出，出了很多位高人，有这么几代，但是这几年相声很不景气啊。巨星陨落，去世了很多前辈。是王世臣先生去世。哎呀，这是相声界的巨人呢，啊。对，马季先生的话，他的王世臣呢，啊，是我心中的相声巨人。哎，了不起的高人呢，啊。那不假。咱们后台李文山先生是王先生的高徒。对，王世臣这么大的能耐死了。是啊，拉到八宝山一把火烧了，什么都没留下。可不是吗？刘文亨去世啊。肚腩多宽敞，对，一把火烧了，那是也完了，是多全宝啊，那么大的艺术家，嗯，一把火烧了，瞧瞧，有辙吗？没辙。对，现在好了，怎么好了？北京市政府颁布了条例，严禁路边烧烤，呵，两码事，这相声界太好事儿啊，哎，知道吗？两码，知道吗？您说这是羊肉串，不是为了咱们着想啊？不是，不是。
少郭呀，郭全宝临去世之前我去看他去了，哦，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呀，小子你们好好干吧，嗯，我是完了，我说你别说这你能活，哎，咱们都是干这个的，我心里明白，哪有傻子去啊，活不了了，哦，完了就这意思了，你们好好干，回去跟文顺说一声啊，让他上头里等我去，我呀别忙，没去啊，别人没去，不听老前辈的话，是不是耽误了，耽误了，年轻点的摔跤好的呀，宝宝就跑我前头，是吗？徐德亮那样的哈，新款德字都身体不好少说话，你不让我闲着，我说话这大茬，哎，你伤着人不合适，哎，我爱听相声，我们爱说相声，但是现如今的相声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什么问题？这个很多原因哦。咱们现在这个地点叫天桥，天桥当初四海驰名啊，大不假，多少个能人在这儿？对啊，打把是卖艺的，多了去了。对，人人跟这儿，指着街头卖艺，能吃饭，能养家糊口啊。今天不行，为什么呢？为什么呀？我们研究过这个事情哦，咱们探讨一下。咱们说说，比如说过去啊，这儿是天桥，旁边这儿有个地名叫山涧口。对啊，这出口这边口这儿是吧？这口上山涧口早先是人事，装行话呀，那有茶馆，那叫船上。早晨起来，对，有些个卖力气人，拿着铁锹的，拿着扁担的，对，跟那儿等活，都集中在那儿。比如说一会儿来人了，永定门火车站卸车啊，要四个人卸八个车皮，哎，一个人给2块钱。对，有去的吗？你是吧？你，哎，四个人现船，走，跟我走，拿着东西跟着去，哎，到这儿十冬腊月也拖一光膀子，卸这车，咔嚓咔嚓是卸完了。比如说吧，下午1点半完了，卸完了，完活，一人拿着2块钱往回走，当时给钱，再有活都不去了。那为什么呀？这2块钱够活着哦，攥着钱往回走，到天桥找一小澡堂子洗澡，就这儿有山里头往西小澡堂子，对，不老很干净，对，因为这些人每天都是煤啊，这些煤灰都下到池子里，那池子多黑，据说过去那踩着能扎脚，对，伙计们拿着冷布一趟一趟的往外兜着煤、啊，跟这儿搓着啊，喊伙计怎么样？马路对过二荤铺小饭馆啊，茶馆带饭馆，来1毛钱的酒哦，1毛钱的，1毛钱够喝了，够喝了，能给个4两半汁的，给，要一个软溜肉片，要宽汁喝，来一碗白皮要8两哦，过去那秤跟现在不一样，16两一斤，半斤给一碗面，8两半斤，洗完了出了池子，沏上一壶高碎，高碎，饭菜也来了哦，喝着酒，就着肉片里。这黄瓜片跟这个什么木耳之类的，喝完了酒，端起碟子来，为什么要宽汁啊？拌面吃，拿这汁拌面，倒在里边一和拢一吃，吃饱了这儿一喝茶，哦，往铺上一躺，睡到2点来钟，出来逛天桥，天桥溜达溜达，这儿看看给2分，这儿看看给5分，对，逛一大圈，天也就黑了，身上带着贴饼子，拿出来找一豆汁摊儿。卖豆汁的，来2碗豆汁，咸菜不要钱，随便吃，饼包开了往里边一泡啊，叽里咕噜一吃，这顿饭算是饱了。瞧瞧，给家里买一颗白菜，买2斤面，1斤棒子面，1斤白面，棒子面蒸窝头，白面煮嘎嘎汤。瞧瞧，都准备齐了，来了这个园子，这园子过去叫小小，当初这个地儿唱京剧，梁一鸣啊，天桥马连良，梁一鸣在这个园子唱，张宝华，张宝荣，走到门口2毛钱的票进来要听一出戏，哎，这晚上听完了回家，把这东西往上一扔，家里人那儿炒着白菜，做热汤面，自己该睡觉睡觉。早晨起来又打家里出来，又奔山涧口，还奔朱口这儿来。大饼是多少钱来着？大饼是1毛2一斤，来半斤大饼，哎，来一碗油渣，油渣，过去炖的油渣啊，哎，大碗的汤随便添，对，嫌它油不大，买着边上的汤，哎，要给点边汤。汤汤汤这么一吃，吃饱喝足的，又跑山涧口这等着活来啊！
卸车也好，干活也好，每天周而复始，有大批的这种闲散人员，所以天桥有这么大事，保证了天桥当初这么火爆，哎，这是那个原因。对，而且最主要一点，当初的艺人们个个是身怀绝技，那都是平地抠饼，对面拿贼，要命是听完了给钱，我站这儿说，你站这儿听，哎，听完了好你才给我钱，对，不好扭头就走。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买完票进场子不听走，你活该不退钱。480一张票，做完广告了，您买完了不好，不好怎么着？少说这个，你说怎么着？陷我于助人不易啊！哎，现在人缘就够测测的，你还挤着我啊？哎，反正也是这样了。总而言之一句话，要给人家真东西，对，骗人不行。当然了，现如今不光是相声界，我们这个社会充斥着假的东西太多。是啊，抽假烟，有喝假酒，看假球，听假唱，穿假名牌，戴一假头套，天底下就王八是真的，还叫假鱼，这也不假的。没法弄啊，瞧瞧，确实是没法弄。嗯，历代的相声艺人们分别受到不同的打击。是啊，刚一解放，要求说新相声，要求演新节目。你说这帮人，他打小学的就是这个，对呀，四五十岁让他学新的，要没文化，很困难的。有的老前辈没办法，跟台上说点那个所谓擦边球的相声。对，可是呢，提心吊胆。哦，工作组不知什么时候就来，有检查的，门口得安排一个演。演线，干嘛用？拿演一打量，哦，工作组的来了，怎么样？马上回头，要说行话掉行，赤子入了短肩裆。这说什么意思？就说工作组的来了，换点别的，换点好的。可是老先生有的不会别的啊，一听来了，说着半截儿，怎么办呢？怎么办？有办法把声音压下来，小声说，小点声。结果受到了批评，那可不是，声音小，不好好说，这也不行，这个啊。这是解放初期，解放初文革的时候史无前例，不光是相声，所有的艺术界全受到了冲击，整个社会遭受了浩劫，所有的名家都受到了打击。那可不是，当然了，那会儿年轻一点的相声演员还是很积极上进的。是，我们有一位前辈叫王双福，唱快板，唱太平歌词，说相声。对，在天津红桥区去一番，哦，全团大会批判反革命，他王双福蹭就上了桌子，上去了，表态，坚决要跟反革命斗争到底。呵，好，一宣布名单，头一个大反革命，谁？王本林他爸爸。王双福打桌子上啪叽就掉下去了，只是当时很无奈的事情。对，马志明马先生，哦，跟随他的父亲相声太后马三立，怎么样？下放到天津南郊，也上农场了，生活条件很苦啊，是，连饭都吃不饱。那可不是，多亏少马爷聪明，怎么样？偷老乡的萝卜。被窝呢，侦查好了，啊，有一萝卜窖，拧开门自个儿就进去了啊，往怀里装天津特产青萝卜，味青，一个俩仨，正装着呢，地窖门一开，进了一人，吓坏了，怎么了？这要是逮着得要了亲命了。是啊，老乡来了，赶紧低头，这主进来收萝卜，摸着摸着一把摸着马兵脑袋上了，一摸这不像萝卜缨，哪有这样的？少马爷嗷嗷一嗓子，哎呦，噌就出去了。好了，等了半天没动静，马先生出来了，左一瞧右一瞧，没人盯着，可才踏实了。啊，上哪儿吃去？哪儿吃去？找无人的地儿吧。谁要瞧见自己偷萝卜，这是罪过大了。对啊，奔厕所吧。哦，茅房。来到厕所，厕所没人，蹲在井里边，拿耳朵往外听，正听着呢，进了一人啊，谢天顺，他得搭档，也说相声的，进来行，接手啊，就蹲在靠外边了。哦，里边一个，外边一个。马先生心说：“你快走吧，二十分钟。天顺，天顺，还不走啊？你还不走？我等你，没事，我不要紧的。30分钟过去了，谢天顺一伸手，打怀里掏一萝卜来。马先生乐了，刚才是你啊！瞧，当时很
很心酸的往事搁到现在是一个笑话，可不是吗？80年代的时候，相声得到了复苏，整个社会也复苏了，大批的演员纷纷又走向了舞台。但这会儿也有大批的相声演员以外的人士，以种种借口混到我们这个圈儿来了。当时相声啊，净走学，缺人，怎么办呢？没学过的，现村儿。说两句就敢上，当时这批人呢，现如今也成为中流砥柱。有这么一批人，为什么相声不好听呢？张先生说过，咱们相声界从业人员很复杂。哎，对，张文顺先生，这行门槛太低，是不是啊？很多人从南到北四处走学，有挣钱的，有不挣钱的啊。当然了，也有留守在剧场里演出的，也有介绍阵地。比如说北京茶馆里边有一位孙宝才先生。孙大爷一直在90多岁高龄依然在舞台上演出，就在老舍茶馆表演双簧，90多岁了啊！当初咱们杨尚昆同志亲自接见，当时的国家主席握手之后，杨先生往这边去，孙大爷回头问别的演员，怎么问？这人是谁呀？谁呀？说这人是杨尚昆，他哦，谁徒弟呀？只给解释，别胡说，那是国家主席哦。我说他不喊师哥呢，真事儿。这岁数的老艺人了，90多岁，但是呢，虽然说坚守阵地，可有一样，怎么样？这个演出是为了旅游团演出，好演。老爷子8年了，就说一段，想换一段剧场的方言，不让，不让。只能落一个有名无实，对，这对相声不是什么好事，是一更大的损失，是不是啊？对，所以后来呢，我们也提出来了，相声要想二次繁荣，必须要回归剧场啊。1996年的时候，我们首先提出了这个理念，并于同年开始了这项活动。在我们之后，1998年，天津于宝林先生也发起了相声大会。2003年，北京其他的相声演员也终于在剧场里说相声。对，在这一点来说，应该说我们和张先生是这个事情的发起者。哎，没什么，发起者。最早的时候很困难，也是举步维艰，艰难。仨人干一相声大会，哎，我们爷儿俩加上李菁，对，就是我们后台那位丐帮的少帮主，大眼板子李啊。2点开始，张先生先说一个小时的单口相声。哎，先垫着。我再说一个小时的单口相声。俩小时了，下去歇一会儿。李菁出去唱板子。哎，都唱大的，当当当唱完了，我们爷俩出去说一对儿的。再说对口。说完对儿，把李菁再叫上，爷仨说一群的。哎，连续演好几个月，每天怎么干？哎，他愣没翻头啊。好。后来呀，一年一年的这么往前努着走，逐渐的扩大我们的队伍，演员越来越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很尴尬，对，最少的一次台下就一个观众，瞧瞧，一个观众我们也照眼不误。哎，那天是邢文昭先生开场，对，在台上说，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说着半截，台底这大爷手机响了啊，邢先生站那看他接电话。很不好意思，对不起，马上就完事了。关了电话，坐着接着听。上台我就告诉他了，你要好好的听，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为什么？而且我们后台人比你多得多，关上门打起来你跑不了吗？经历过十冬腊月大雪纷飞，也经历过大雨倾盆，什么天气我们都赶上过。是，只要是有人听我们就说。曾经有一年轮到在广德楼演出的时候啊，天寒地冻，大石烂上连条狗都没有，全体演员都上门口拿着板呱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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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里边叫人。这个日子我们也曾经有过。对，经过这么多年转战南北，换了很多剧场才有今天。其实靠的是谁啊？靠的是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就靠诸位。我们爷俩代表北京相声大会全体演员，谢谢各位衣食父母，谢谢诸位。
们特别希望相声能够火爆。是，为什么呢？这是咱们的传统文化。对，中国年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了，现如今人们应该对我们的传统艺术重视一下啊。虽说五千年文明古国，但是很悲哀。怎么了？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得写成纸贴在墙上交给大伙儿说，这是悲哀呀。对，人们应该看一看传统文化。对，多听相声，证明您爱国。是。其中有这么点意思，是不是？我认识一小孩啊，大学生，会七个国外国话，哦，英语、日语、德语、韩语 啊，法语、南斯拉夫语、北斯拉夫语、西斯拉夫语，反正会好些个话。跟八国联军坐在一块儿对着骂街，他能不重样？我说你听那相声去吧，我不去，我听不懂。法律要是不管，我早打死他们。七八国的外国话你都听得懂，中国话的相声你听不懂吗？作为演员来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培养更多的观众。对，我们演员内部有人抱怨过，没法干啊。怎么了？观众太少。胡说，真正能看懂芭蕾舞的也没几个。对不对？对，心甘情愿看交响乐的又有几个？是不是？是不是？炸酱面你都不吃，忘了本了。当然了，培养观众一方面是观众的事，另一方面在演员自己，在我们自身。第一要有人，对。第二你要有作品，哎，你天大的能耐，你再是相声泰斗、相声大师，你就会一段半，观众也不爱看。那可不是，人都有个腻的时候。对，传统相声啊，一千多段啊，经过演员的努力，还剩下二百多段啊。努力就没了，这那就别努力了。我们后台到如今，我们算了算，连单口、在对口、在相声、在太平歌词、在反串小戏，我们这个团体，我们已经演了600多段了，已经到现在。说相声要跟过日子一样。怎么着？今天买一冰箱，明天置一电视，这排队呢。对，今天卖一床屉，明天卖扇门，那是败家子儿啊。败家不成，是不是啊？对，当然了，有人说这个相声为什么现在不可乐呢？你说的相声这么好那么好，为什么好多人不爱看呢？为什么？能坐在剧场看的就是你们这些位，更多的人看的还是电视上的相声。哎，电视的相声它有它的局限性。对，不能怪电视不好。对，电视这个新兴的媒体对相声有很大的作用。那不假，承认人家的好，但是关键怎么做是一个问题。嗯，首先说演员你必须要内行啊。举个例子来说，北京京剧院啊，唱京剧的连跑龙套的都是在戏校学了7年。那没有7年跑不了龙套，毕业之后他才能跑龙套。这不假，好的你去唱当这儿唱主角。哎，多次的拉木那个也是跟着戏校学出来的。那不假，如果说今天北京京剧院没有人了啊，重新的招人，从社会上招了一批30来岁下岗工人啊，各单位下来的充实到京剧院去，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啊，这帮人不是唱戏的，他没学过。对，可是对相声大家就把这一点忽略了。我们相声啊更注重基本功啊，又应该是从7、8岁开始学啊，学到18、9岁出了徒，跟着师傅在台上摸爬滚打，20几岁逐渐的找经验，到30来岁成熟期，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可是中国相声界95%的相声演员在25岁之前都是从事别的工作的，没有学过相声。对，可是这个很简单，我们曾经统计过，我们有一单子，但是因为伤人太重不能念。我们算了算啊，我们算了算，厨子居多，饮食也多，各单位食堂的面二的、炒菜的、清真馆的，这最多。对啊，还是各种工厂的多，哎，房管站的，有瓦匠，有交通警，太多，360行，哪行都有，都是那行混不下去，转到我们这行来的。你琢磨他好得了吗？好得了吗？这行啊，门槛太低。
从另外来说呀，很多演员很多笑星没等学会他就红了，你知道吗？太早，你扭头让他再学他下不了这心了，对，已经是艺术家了。中国的演出市场很好混，对，会一段会两段走遍天下。为什么呢？比如说我到山西榆次，我到这一个地儿演 啊演一段五分钟拿了3万块钱，今生今世我可以再不到这里来，中国地方大了，到死都转不过来，快慢慢骗去吧，这是吧？对，是不是？原因是我们相声界内部的问题。我们首先说啊，有人说了，抛弃传统相声，这就值左右开弓1400个大嘴巴。真的，有相声大腕说过，我们宁可要不完善的新，也不要完善的旧。是，这是糊涂，无知者无畏啊！由打清末到现在100多年，这么多老先生把中国语言里边能够构成包袱笑料的技巧都提炼出来摆在这儿了。你无论说什么笑话，这里边能给你找出来。你用的是这个方法，你用的是这个方法。有现成的你不用，你非得抛开了。单凭你一个人，你干得过100多年这么些老前辈的智慧吗？你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好比说厨师炒菜，你可以发明新的菜，但最起码你要知道什么叫炒勺，哪个就漏勺。你拿个痰桶炒菜说是革新，那他娘的谁敢吃啊？相声尴尬的处境负最大的责任，不是我咬牙切齿声嘶力竭啊！我愿意相声好。对，茶馆里有这么句话，我爱大清国，我怕他完了。我同样用这句话，我爱相声，我怕他完了。这话不行，我爱他，那谁爱我呀？观众爱，是不是？另外来说，有关部门对相声确实太苛刻。怎么苛刻呀？要求太多。怎么要求？比如说啊，好多了，你看，台上不许打人，打人不允许。我们很多大师也提到过，不对，哦，不对，不是两个演员一上来一鞠躬拿起来，你打我，我打你，太低估观众的能力了。对，知道吗？打个电视你看见吗？咣一刀被人杀了，咔嚓一刀死了，大伙儿都知道那是假的。相声这不是真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段传统相声叫拉洋片，我扮演一个拉洋片的人，浑横不讲理，他扮演一个看洋片的人，不见棺材不落泪一种小市民的心理。对，两个人在街头相遇，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你们怎么会当真呢？啊，不是为了打人而打人，这是有情节的。大伙儿看电视看戏都知道是假的，为什么一听相声就认为这是真的呢？对，俩演员这么大的仇吗？嗯，不可能啊，对不对？包括语言的限制，好多话不能说，好多话不能说。剧场还好一点，你要去录音啊、录像啊什么都不可以说，和尚俩字不能说，啊，非典俩字不能说，印尼海啸不能说，啊，文革俩字不能说，不能说的太多，能说的没有什么。可是你打开电视，你看那个电视剧，骂街的、杀人的、放火，什么都有。怕我们相声杀伤力太大，那你太高估我们了。既然我们这么大能耐，这收入怎么上不去呢？是不是？不是我抬杠，不是我抬杠，也不是我玩了命的胡说八道、咬牙切齿，都不是。咱们就是说事，包括说相声必须要有教育意义，要有相声来宣传什么，这是大错而特错，这是灭绝人性的说法。100多年前有相声是为什么？演员是为了挣钱吃饭，他是剃头修脚的手艺，观众来说是哈哈大笑。尤其现在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缺钱的、缺车的、缺房子、缺德的，缺什么都有。进了这个屋，我给不了你这些个，我保证这一下午你能够忘掉这些烦恼，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这个年代说有这么一地让你开心，不好找啊。谁说的相声必须要教育人？谁说的？教育意义，听这段相声要学会什么？听那段就得出去蓝厅马去。
能的事儿。中国京剧院唱一三岔口，看完了受什么教育了？受什么教育了？对吗？中国杂技团耍狗熊的，你看完受教育了？15个人骑一辆自行车，你受教育？他违反交规，你知道吗？这孩子非得让相声教育人，非得每段都有教育意义，我不服，知道吗？哎让人受教育的形式太多了，放了相声吧，饶了他吧。哦，他也没害任何人，就让他给大伙儿带来点快乐，我觉得很好了，已经。对，不用这么苛求。是的，是不是？像咱们的观众说良心话，天底下第一，来找去。北京城会听相声的都在这儿，都来了，就是明白人，是不是？是不是？这么多年了，从我们转战南北这些年，大伙儿一直跟着我们啊，台上台下混为一体，甚至有的观众头一次来进门就觉得能接受，很欣赏啊，甚至有的观众跟演员关系很密切。对啊，有一次我们有演员李菁，大伙儿都知道吧，爱玩的李菁，是吧，很刺激那人李菁。散了之后，演出完了之后，走到这儿，地上有块手绢，写着什么？小娜，来呀，有个电话，哈，李菁打电话，过两天俩人一见面，你看，交上朋友了，谁？这不挺好吗？那张先生也运用这事儿，我呢，这边散了个手绢，阿秀，电话，张先生攥着握手里，不给别人看，偷面打电话去，一打电话，喂喂。他一听那边徐德亮接的，师傅您啊，哎，怎么你接？阿秀呢？您等会儿，奶奶电话。水乳交融，知道吗？徐德亮他奶奶是啊，那是我大妈。就是。不是起那么嫩的名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是不是？当然这事儿我也遇见过。我已经昨天有一事儿。昨天演完了，昨天我们唱戏狸猫换太子了啊，我这谢幕，前面有一个姑娘站起来特别好看，长头发穿的挺讲究的，冲着我乐，还冲我有意思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就不这么回事，都往后走，我就站着没走，一回头他都走到门口了啊，还回头冲我，嘿，不是，你等我一会儿啊，卸妆脱了衣裳洗把脸赶紧追出去，我打这边出去了、哦、他到马路边上了、我一咳嗽，他一回头冲我一乐，哎，我一偷偷跟着你啊、我媳妇在头里，我看见不合适、拐弯去奔那停车场，他头里走，我在后边跟着看着我，他说你头里跟着跟着、一直跟到前面，跟出2里地去，我说这不行，太远了，一会儿回没车了 赶紧跟过去，我说哎，怎么着，有事跟我说呀、说，我说你就这儿说吧，行、不是你到底找我干嘛啊？没事儿，没事儿，你这样啊，我就这毛病。